您好。你好，师傅。啊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，谢谢。嗯嗯，请问师傅几个问题，帮同修问的。嗯，同修梦到同事的小狗很可爱，就拿过来抱了一下，结果狗就在自己的身上小便了，把袖口尿湿了一小块，同修赶紧去洗干净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还不懂啊。嗯，这个就是犯了一点小戒，犯戒。哦，犯了点小戒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意念当中有淫念的，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